你从头到尾不就说这个男人不会疼人吗？是吧？如果他答应你的请求，跟你一起去跳舞，而且以他的天才的聪颖，他跳得很好，很多女人都争着跟他跳，你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那你让他去跳什么呢？他跟我讲，你看为什么我跟别人跳他就没事啊？我觉得他要跟别的女的跳我就受不了，我这么想的啊。其实他时至今日，从结婚那年起到52岁这30年始终不变的顽童的状态，其实是你想要的。你的潜意识当中一直希望自己的